当地时间5号下午，英国小公主夏洛特在诺福克郡的圣玛丽马格达教伦教堂接受洗礼，而此教堂正是她的祖母戴安娜1961年受洗的教堂。当天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、查尔斯王储夫妇、威廉王子夫妇及乔治王子等参加了此次仪式。受洗仪式本身是非公开的，但英国王室首次允许民众来到教堂外一睹小公主进出教堂的过程，分享小公主受洗的喜悦。当地时间5号下午，英国小公主夏洛特在诺福克郡的圣玛丽马格达伦教堂接受洗礼，而此教堂正是她的祖母戴安娜1961年受洗的教堂。当天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、查尔斯王储夫妇、威廉王子夫妇及乔治王子等参加了此次仪式。受洗仪式本身是非公开的，但英国王室首次允许民众来到教堂外，一睹小公主进出教堂的过程，分享小公主受洗的喜悦。